好定位呀，你这个。怎么不好定位？它不是有定位点的吗？嘿嘿，有软的定位点，我还想你那个有定位点呢。没定位点吗？有个毛。 就是定位点，你看还可以啊，是吧？嗯。再挂一个就挂完就算球了。我自己搞了个定位点。哦，你贴个纸上去是吧？那是啊，因为我的。行了。 那个要不要撕开一下？哎，要不要带样板回去？好，都要烤一下先吧。那是必须的。搞定。你两个装一下，打平了。